爸，食饭咯。来啊，爸。讲落像我这硬白白的饭搭是咧三。食糙米饭对你的身体较好啊。阿婆，咱来食豆仔好无？来，爸。爸。就是讲我看无就掠你无法的啊。 哎呦，不错啊！啊，你是创啥啦？创啥？问你咧创啊？袂当我食一寡人食的物件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这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呢，对你的身体毋知较健康。我来逐工爱食这类物件，我不如死死的。有数啊！啥物人啊？这个要讲一声的哦，敢无甲你教？ 一点礼貌都拢无啊！讲也讲袂听。爸，是我啦，嘉伦啊，伦啊，伦啊，你回来啊！伦嘞，伦，来，你乖，你乖，去甲爸买一寡好食的物件，好无？我特别去啊，恁妈甲恁姐啊，甲枵枵死啊！去，来。爸，啊，我看这少好食的呢，啊，搁有你上爱豆仔呢？敢有？有啊。 啊，无你等下啦，我去摕个东西啊，甲你试吼。哦。来。来。好食无？哎，真正豆啊！嘿啊！我怎啊食袂出来啊？来，食。毛利啊，妈。 啊！你爸爸着破病啊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那我跟他计较，他动不动不高兴就这样啊。要不是吴嘉伦刚好回来，我还不就乖乖的捡干净、擦干净，然后继续喂他。我哪有跟他计较？ 反正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啦，爱找我麻烦啦。你看你啦，我才考劝你一句尔呢。你听你讲的啦，那是恁爸爸呢。什么他呀他的啦。好啊好啊，我无爱讲啊。无哩，反正哦，我就是假做假唔对啊，假讲也假唔对啦。 莫莉啊，你入来。你甲目睭开开。妈，你要做啥啦？来啦，你试看卖。妈，你用这试看卖，胃啊哦，行过来我遮啦，来。啊。好啦。 你话用这翅膀袂要紧啦，你甲目睭开起来，静静啊，5分钟就好啊。去想一下。假使讲换做是你，雄雄变做安尼，啥物拢看无，那你的心情是安那？对啦，恁爸爸哦，迄脾气是较歹啦，嘛常常无理取闹啦。啊，毋过。 咱嘛爱将心比心啊，徛伊个立场去想，去感受伊即摆个感觉，去体谅伊即摆个心情啊，啊！你就是感觉我无够体谅伊就对。我毋是讲你无体谅恁爸爸，我只是爱你哦，去体谅伊个心情尔。 好，我知啊。爸，啊，恁爸吃完了呀？妈，啊，恁爸爸洗身躯洗好啊？啊，有乱发脾气无？无啦。啊，是你较有办法啦，嘛较有耐心。妈，啊，我有看到大姊，伊把伊个目睭揢起来。是啦，我是想讲哦。 互恁大姊去感受看觅，迄看袂到的感觉。想讲哦，互伊去体谅一下，恁爸爸的歹脾气啊。妈，啊，你敢有想过，啊，我饲爸爸食饭，爸爸袂将我拍掉？ 啊！你只帮爸爸挂药啊，爸爸袂使信地。啊，毋是因为你只比大姐有耐心，嘛毋是因为我比大姐有办法，是因为踮伫个厝内底照顾爸爸的，除了你，就是大姐啦。着你伫甲大姐讲，爱大姐将心比心，体谅爸爸的心情。我看伊哦，就徛伫遐无讲话啦。我感觉了解大姐的心情，虽然伊无讲啥，啊，毋过我知影伊心内一定会感觉足艰苦的。 阿家常住校，李志伫旅行社上班，啊，常常要出差。啊，阮公司甲三四个公司又搁常常要加班。啊，厝内底只有大姊，伊伫婚纱公司啦，啊，上班的时间较有弹性。自从爸爸看无了后，常伫厝内底照顾爸爸的是大姊。 感觉大姐，伊真正是为着咱付出足侪足侪。若是伊真伫甲爸爸激气，也袂用去体谅爸爸，啊哪个会安排出遐尔侪时间照顾爸爸咧？你讲的哦，我拢知影啦。恁大姐哦，听你是听了有价值啦。 啊，毋过伊是大姐呢，我哪都应该对厝的加较付出啦。哎，妈。 啊，袂，我要出来去一下啦。哦，好啊。我是想讲吼，等恁爸爸困醒哦，啊，若巴肚枵哦，我电锅内底有一碗汤，你再烫互伊小互伊啉啦。哦。啊对啦，某莉啊，啊昨哦有人摕迄鱼饼过来，啊我甲囥咧橱仔内底，你啊较注意哦，莫互恁爸爸偷食。迄饼哦，伤甜啊啦。偷食？哪有可能？要哪会无可能啦？啊你也毋是毋知影。 恁爸爸哦，迄有当时哦，就敢若囡仔共款的。你敢知影？迄昨暗时哦，我看到伊安尼一个人安尼懵到橱仔内面，搁要摕迄鱼饼食啦。真的哦？当然嘛是真的。啊，毋过吼，伊若是知影你伫边仔看哦，应该就袂去偷食啦。你哦，较注意就好啊啦哈。伊若是要食饼哦，啊知影我伫边仔，应该会对我大细声啦，骂我不好。 连饼都无爱互伊食，好啊啦，你哦，着较注意啦，哈。我先出来去哈。好。阿咪啊，阿咪。 阿咪，走去倒啦，啊，游半工也游无人，但是咧，妈出去啊啦，啊我伫内面进啥无听到。妈讲伊有分汤，等你起来巴肚枵着用你吗？阿爸，你有想要啉汤无？有食有食，乖啦乖啦。哎姐，哎回来啦。爸妈，我下班啦。 谁来哦？爸妈去医院回诊了啦。哦。哎、欸，吴嘉伦，啊、吴嘉伦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坐一下，我有事情跟你讲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哎、欸，你知道爸的眼睛不是完全看不见。 但他看到的是模模糊糊的光影，对吧？是啊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从爸看不见的第一天到现在，他在家里的走动已经越来越顺利，不会像一开始那么生疏了。对啊，所以。所以我在想说，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帮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好好的？是不是应该让他试着做一些事情？ 一些简单的事，这样至少不用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旁边顾他。对不起啦，姐，我知道我工作很忙，所以照顾爸的事情全部落在你和妈身上。吴嘉伦，你想到哪里去啦？我知道你压力真的很大，爸他脾气不好，然后又最爱对你乱发脾气。好，吴嘉伦，停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 爸脾气不好，爱乱发飙，我都知道啊。那他现在看不见，心情不好，当然更爱发飙，我也知道。哎、欸，我从小是他在家里面最爱挑毛病、找麻烦的一点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我现在找你商量的事情，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有没有想过？好，换成是你好了。 如果你今天突然眼睛看不到，然后身边的每一个人突然把你当小朋友一样照顾，所有事情都帮你做得好好的哦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但你也不能做，你这样会开心吗？你又不是不了解爸，他爱面子，不服输，后半辈子都在当主管的人呢，他现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了。 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要别人帮他，这样他还有可能开心的起来吗？我懂了，懂了吧？啊是要做啥物？嘿啊，啊我是想讲吼，爸爸较听嘉伦的话啊，啊可能嘉伦会当甲爸爸。 泡茶啊，啊，搁有做煮一个，诶，这些都是茶具啦，好，这样，来，我买，最好用，嘿嘿嘿，看这。 管滚地哦，这上好，这上好。这是茶壶，好，你摸看这边，好，这是他的嘴啦，好，按那个嘴哈，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哦，你不要嘴往这个方向，这样嘴等下烧开以后，那个水有可能会烫到你。我知道，知道哈，好的，这边，好，安全的。嘿嘿嘿，啊，小要小心哦，你不要烫到你自己哦。哎，好，哎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呜。